大家长今天出门了。今天就考验一下他们，让他们自己自我生存。那我是老大了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安全最重要，需要保护我们的客人，让你们幸福。你要幸福吗？小鬼当家，却状况连连。哎，没有何老师，没有王老师了。你要当老大了。我要打打斗了。老友道，蘑菇这周真热闹。把门给摔了，是来做客呢。回忆杀，在座都是有故事的人。这是我跟我女儿写的歌。我认识杰仔的时候，杰仔也才23岁。是何老师介绍我跟娜娜认识，娜娜进来就要抱我，我那秒是抗拒的。他的意思是娜娜追着他。初为人父，感受多。你好，来进来。辛苦了。不辛苦不辛苦。当爸爸怎么样啊？是觉得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。你是不是也给宝宝按摩？我的按摩技术是很厉害的。奶爸也会傻3年。我不是外国人，但是我可以模仿外国人讲话。油腻死了，真的是。盐是没有味道。为啥？每周五晚10点，江州侯姑米西向往的生活第二季。